立方体空间思维积木，配备13张挑战卡、10张设计卡，双面内容设计，利用4颗或16颗积木任意组合，创造出不同有趣造型。玩法一，速战速决，每个玩家分一组积木，抽取一张挑战卡进行挑战，正确完成拼图后，第一个喊出我完成了的玩家获得胜利。玩法二，记忆游戏，玩家们只有10秒的时间，记忆挑战卡的图案，通过记忆和提示正确完成拼图后，第一个喊出我完成了的玩家获得胜利。玩法三，设计大赛，孩子们可以根据设计卡上的图案，利用16颗积木进行拼搭创作，也可以发挥想象创作精美的图案设计，激发想象，提升创作能力。